委员，主任委员有请我讲过了，因为早上人比较少，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听得到，所以现在呢比较晚，比较多人了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社区发展协会每一年的会员大会，今年是在3月24号。哎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我们在桃群餐厅举办。还有我们去年开始呢，有关怀据点，在社区活动中心每个礼拜五举办关怀据点，请的各位，我们上年里的里民可以尽量来参加哈。那个关怀据点不是，虽然是社区发展协会办的，不是会员也可以来参加哈。欢迎大家啦哈，大家一起来，共餐啦哈，每天9点开始，我们来做活动哈。那个中午就有共餐，中午就休息，好，中午就回去休息了哈。希望说大家共襄盛举，谢谢。好，特别感谢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，李凤珠理事长跟我们详细的来说明。那现场也有看到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张金藻先生，在这里哈，感谢你。待会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三线里。